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加州王婆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龙虾意面，这是最近大家都很流行买的龙虾，它不是小龙虾，是小的龙虾哦。我们首先呢，把它这里剪开，先清洁，因为这个龙虾很小，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把它剁开、剁开、剁开，所以就剪开一个，大概剁成三块差不多。好，这个也把它剪开。好，我们龙虾现在洗干净了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拿厨房纸稍微给它把水吸掉一些，然后倒入这个淀粉，你也可以用芡粉都可以，让它表面薄薄的裹上一层淀粉，主要是为了锁住它里头的水分。我们现在基本上表面都裹了一层淀粉，我们现在放油锅里炸一下。准备开火。